最近直播平台风起云涌，国民老公王思聪携熊猫 TV 高调登场，引大众广泛关注。当然国民老公出手自然是不会输了阵势，包括 Angelababy、 UZI、 小智、囚徒、若风等均已确认加盟熊猫 TV。 对于如何对抗如今其他平台的韩国主播时，王思聪霸气回应，以 FID 我都买下了。在此之前他还签下了韩国的 TIRA 组合。 EXID 是韩国艺堂娱乐公司的旗下女子组合，现由徐帅智、安孝珍、安喜妍、徐慧琳、朴正花五名成员组成。2012年2月16日发行歌曲 Who's That Girl 正式出道。最近直播平台风起云涌，国民老公王思聪携熊猫 TV 高调登场，引大众广泛关注。当然国民老公出手自然是不会输了阵势，包括 Angelababy、 UZI、 小智、囚徒、若风等均已确认加盟熊猫 TV。 对于如何对抗如今其他平台的韩国主播时，王思聪霸气回应，以 FID 我都买下了。在此之前他还签下了韩国的 TIRA 组合。 EXID 是韩国艺堂娱乐公司的旗下女子组合，现由徐帅智、安孝珍、安喜妍、徐慧琳、朴正花五名成员组成。2012年2月16日发行歌曲 Who's That Girl 正式出道。